今天把我家这价值1000多块钱的柴火给剁起来，干一样少一样。还炫上富了，这是啊，这要是卖了换钱，确实是值这么多钱，没虚报。爸，你有成就感吗？有什么成就感？就年年就这么这些福。要是卖钱就有成就感了。差不多。大前天下的雪这两天已经化得无影无踪了，山上也即将变成绿色。推里边，推到里边剁起来。我爸把底儿都打好了，直接剁在这木头上就行。如果这柴火要是剁在这地上，这柴火很容易烂。哦，太远了哈。你要是剁柴火哈，从这边往这边剁，完了之后，往家烙柴火，从这近点往这边烙，它好烙。你要是从这边烙，柴火不好烙。哦，这学问还挺大。小鱼还跑过来了。来帮忙干活啊，小鱼！该干活了。这堆苞米杆也是我家的，我家羊吃剩的，光剩杆了，留着夏天的时候热饭用，一次烧一捆，饭熟了，炕还不太热。这就叫光杆司令，看了吗？光剩杆了，没有叶了。刚才我家邻居大叔也在这儿码柴火，不过码的是大柴，这会儿估计是回家吃饭了。今天把这三堆全都剁起来，还有两堆过两天再剁。在这儿了。哦，压一压，实诚实诚。过两天，把这两堆和里边那两堆再剁。哦，行。一共7堆半，我数了。你还数了数？这几捆带绿叶的是我爸捡果松的时候剪下来的枝，也可以烧火。对，这个晒干了油滋滋的。好着好着，你这河北选手都知道了啊。常识，生活常识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弄完柴火就开始弄立方树枝，剪立方树枝。剪完立方树枝就好种地了。嗯，年年就这样事儿。一个套路。哎。妈来了，妈你咋来了？我寻思刷两个脚桶。哦，带着壶。这桶可够脏的，在家刷可不方便。还有两个富贵的饭盆大盒，我跟你去啊！啊，我跟你去。你开的还挺快，我这一路没追上。两个盒的最好三个人。也是，就在这儿刷。这块水溜大，那还有一块大冰没化，下去。这块适合刷东西，有这块大石头挡着，水溜比较急。妈，我去那大石头上站着。那你看这手机哪租的，都掉水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掉水里也不能让手机掉水里。你不在掉里，这个水里。好，过来了，听一会儿这水溜声。是不是还挺动听？这块大冰再有半个月，也就全都化开了。小鱼爸去年夏天的时候还在这儿洗过澡，但那个时候泡子比这深多了，现在还有点浅。连一天哈，这水都深。嗯。现在是纯碱水下去。屋里上这二块基本上天天有洗澡的。大人小孩都来了、小孩那都咋子搁套里？我小时候也在这洗过。那咋子雨挺多？这个房子没有雨哈、啊？可能在石头底下藏起来了。这早一来洗，我们那雨老了，都聚过来了哈，能跑石头底下了。没事，刷完了。你不这么干净哈、啊？行，刷了总比不刷强。去看我爸他们柴火落得咋样了。你不坐车、我不坐，你开回家吧。不坐了，锻炼。这三堆马上就快完事儿了，我妈也下来看看。快完事儿了。嗯，完事儿了吗？这叔也回来继续马大柴了。他爸说啊，他妈准备烟送。
完事儿了，回家。叔这边也快完事儿了。小鱼，你这头发怎么乱蓬蓬的？哎呀，没事，妈妈，也不上学，也没有乱的。哎呀，你这心可够大啊！看这头发造的，看。